再也不会抱有侥幸心理了。这是单字 ID 吗？这好像不是男的吧？女生也会一个人打游戏吗？大多数人的印象里，女生更喜欢打双排和四排吧？那你就得上我素材了，就看你退不退吧。好，有种，这一把的航线应该都能第一个落地吧。这个版本跳高点是更有优势的，不要那么着急去拿空投。下面有两个脚步声，右边的敌人想偷我，上去打药，不好状态了，敌人也来忙我了，情况不对，先往后撤，尝试抓一波他的 timing。 没办法，枪械优势，先来外面打一波野。这附近有脚步声，要小心他的空投枪，贴点是最适合用反跳的。怎么没有看到那个单字 ID 刷屏呀？怎么这么快就来人了？看他的穿搭应该是个小卡拉咪，单排就是这么奇妙，无论是高手还是萌新都能撞到，人在哪里都分不清吗？那这里的弹就粘你身上了，后面有人落下来了，赶快先把人都给补了。还想抢我人头？这个人怎么又落回来了？这个人竟然想抢空投，可惜你遇见了我。看一下空投里面有什么好宝贝，水王爆炸弓呀，给敌人一个要逃跑的假视野，突然翻转过来打一个出其不意。不给你机会了，我要去找我的单字 ID 了，这个飞行器飞得比我高，不好打。来调转一下方向，角度不够呀。他竟然有 MG3， 先找个防区换一波子弹，等他来忙我。完了，脸上有真人脚步声。不要呀，他已经拔头之物了啊，他认识我，谢谢你啊，你认识我是吧？ OK， 那我们来再打一架吧。 OK 呀，我就喜欢和高手切磋呀。我先去空投那里拿一下，没空啊，我不拿爆炸弓跟你打。OK， 等我回来必须和你好好切磋一下啊。就这样被溜了吗？应该就是这间屋子了。哇，还是被吓了一跳。喜欢跟我卡视角是吧？来，虽然你把他给偷了，身为一个主播我要有素质。淘汰王这不就被我拿下了吗？又来一个飞行器想和我打，假雷试探一波，差一点我就掉血了，必须和单字 ID 好好。他为什么自雷呀？下面有吉普，又有空投，那肯定有人呀。不是，这就贴脸了，还在我脸上收枪。要保持水手拿枪的好习惯。刚刚这里打了两发信号弹，空投落的方向就代表人在油桶上面。我现在的装备如虎添翼呀。你以为你躲在二楼就安全了吗？我可以灵活运用手雷的反弹。拜拜，马上就到加油站了，结果没油了，随后意外他就来了。单排就是这么奇妙，总是关键时刻呢就会有老六出现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总会有老六的对吧。哎，有机会，快点飞行器。